7月5号，莫德纳疫苗针对75岁以上非原住民以及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施打的最后一天。那么县长徐正卫是前往了吉安乡国小视察老大人的疫苗接种情形，那么也是呼吁还没有施打的长者可以利用7月8号第二梯次来接受施打。县长徐正卫表示，这次花莲县接种莫德纳疫苗的意愿相当踊跃，长者是家中安定的力量，感谢乡亲带着老大人们前往接种疫苗。7月8号将第二梯次莫德纳疫苗开放施打。县长徐正卫呼吁55岁以上非原住民以及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尚未接种疫苗，可以在这梯次预约申请，自己身体更健康，让我们家庭更安全。所以这个真位啊，真的要谢谢我们宝贝的长辈，因为家中的长辈安全健康了，我们做子女的才会安心。看到这个场景，真的真位非常非常感动。以前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带我们的囡仔去打预防针，对不对？囡仔考啊，买糖果给他吃，还泡黑糖水，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子女带着我们的长辈来打针，所以我们为人子女的记得回去要给爸爸妈妈奖励一下在这里要谢谢大家。另外呢，曾慧也跟大家报告，7月8号还有一场，我们是专门为75岁以上的非原住民一般人，还有65岁以上的这个原住民我们要打到全，我们希望把我们所有花莲的长辈全部打的覆盖率打到最高，我们往之后政委会安排往下年龄层往下来打。所以7月8号的时候，我们吉安乡有三个场地会同时来施打，一个就是我们的吉安国小，另外是永安活动中心，第三个是华人国中三个场地同时一整天来施打，中午要让医疗人员可以休息。所以这位要拜托我们所有的长辈，如果你有朋友，你的老朋友好姐妹跟你同样年纪的，符合65岁以上的原住民、75岁以上的非原住民，一定要请他们就近施打，好不好？一定要请他们就近来施打。大家长辈打好针，有免疫力，有防疫力，我们子女才会放心。这位还是要拜托大家这件事情。之后就会往年龄层往下来施打。现在徐政委继续走访吉安乡户政事务所，现在向户政事务所以及新旧社服中心关心暖心食堂申请的情况，并实走程序的动线，请听申请人的建议，以了解资格审查以及执行的事项，提供改善方针。他人不断呼吁资源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县民，才能够将有限的资源有效的分配最大化，恳请民众能够一体同心，帮助弱势乡亲渡过难关。记者熊杨翔报道。